警车在十字路口突然右切，拦下一部机车，因为骑车的是一名偷车贼。偷骑这部粉红色机车被警方逮个正着，小偷双手反抗，往下看还大赤脚。警方见他连鞋子都没有，好奇一问才知道有心酸故事。他犯嫌是表示他是从南投到台南来找工作，那因为没有遇到他的朋友，所以才会偷窃机车来做代步使用。警方表示，这名偷车的张姓窃贼四年前在云林发生车祸，视力受损，双脚受伤，原本从事清洁工被辞退，两个礼拜以前从南投南下到台南找工作，却被朋友放鸽子，他身无分文，只能睡公园喝自来水，流浪两个星期，因为行动不便，刚好看到一名女子把机车停放路边，没拔钥匙，这才顺手牵车。这两个礼拜因为没有找到他朋友，持续在找工作，不是很顺利的情况之下才会偷机车。因为找不到工作，没有钱，又行动不便，打赤脚偷机车，窃贼的辛酸往事虽然让警方倍感同情，但还是得依法将男子送办。记者戴冠章、陈昭虎台南报道。